特别险，来一把，漂亮。动了、嗯、真的动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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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动你就往这边打。这别走了啊，没往这口呢，这口呢，好，都现在都有口呢，那你给我都有口呢，都我上哪转啊，我上哪转，你就上他的小船里面啊，直接转给他小船去也行，转给小船，你转这一号到，哎呦嘞，快上到阿哥，这边转满几路吧，嗯，你那里动没？哎呦，船上窜了！哎呦，都窜到勺子了。这个网刚来断，这个网我看出来了。他们那网里怎么样？太可，还没控好，打一个。慢慢。哎呦，不易拽，你还上这船上拽吧，俺船上为使劲挖水了，俺船上为使劲挖水，操蛋喽，弄不上来喽，啊这个先来一半，不能，那来一半都跑喽，先弄一半上来，在这边，这边有便宜，俺哥气。好了，上岸吧，再来一网，那船得玩水了。别把你那钱，来，大哥你试试。哎哎，来，找地方干。那，哎，你干的。哎，哎，没飞到。鱼现在都搁边，估计。没有，要有那个网下去都够够差了。嗯，你说啥？不是酒啊，都一条。哎，上货，八链子，哎呦，大头都大头。哦，这网打到大头哈，嗯，都大头。大头不动，背链动，大头不动。黑着呀，大头。哎呦，蹦我几个！我黑，不是我黑的，是一拽他点卷。嗯，慢慢拽。哎呦，我操！哎呦，过来，我呸！这好看。哎呦，都跑了！你看，直跑几，底板那背都跑了。俺的腿还有劲。一半踢。哎。挂了，都哪儿？
那这边飘着，这边明花刮的。我这来，一二，我这边偏多啊。哎，跑喽！我都跑，那有啥好？屁股正好，这儿转。别遍体出汗，对，遍体乱冲。别往这这。哥气，你不易了。太多了。哎呦，跑两条。管了，这两条大，还两条大，这怎么大？大头。好嘞。一人呢？来，把你船弄来吧，来吃鱼来。兄弟们，咱们不拍了，就拍到这儿。年前嘛，一直可能就在这塘子里帮我朋友家起鱼了。咱们就开直播了。喜欢看撒网捕鲍，撒鲍网的，关注一下，明天继续。哎呦，兄弟们，傍网喽！来吧，我的宝贝儿。这网弄的刚还？我这网十二号线，它头刚出的，咱们还。你这不是很好的？超有烂哦！每一天没打鱼，一开张都头一网。好了，够了。刚开张，头一网能干这个，能拽上来哦。漂亮吗？哎呦！太帅了！哎呀，这个怪，哦呼，哎呦，我这腿上差点跟那，差点看到三方呢，跟那鱼不能还差点三方呢。走。妈，你给俺送哪儿？那么吓人！硬摁。好，我知道你厉害，兄弟们，我承认你了，你别碰。往那退，两边的。十年。打的有画面。是花链的，这么些，这最有劲儿。一窝没撒到，没撒到。这上面一网能撒到多。
站上去，给我显摆显摆，还显摆了，显摆，给你显摆。嘿，我的妈！这儿多，不能显你显我的，你轻轻说，人能听见。哎呦，那王戳没得来吗？没得来。落过了。天要黑了，黑了，然后给这个朋友们看一下这渔获，我都打了一会儿。这个打了十几条，就是20斤左右的。哎呦，好大的，大的，这样，看，别增掉，它又增掉了。是增掉，也无所谓，那么大。然后呢，然后给黄姑姑，我这个给你们介绍一下，我是这王氏是12号线。跟他干两个大窟窿，你想想，你一般网哪能驾驭住这些鱼？我12号线都干吐了，因为咱们两个人多少有点不方便，有时候拍的不是太全面，大家担待点儿，团队力量不行。这个有时候，我现在黑天了，黑天就不拍了，朋友们，我们明天继续干。喜欢户外撒网的，进来关注一下，我也涨点粉丝。这12号线多粗，跟那绳筋网都给它干断了，混的劲儿太大。好了，朋友们，拜拜吧，再见，明天再会，明天再开。129，十八九，不是公斤。10斤啊，十斤，我会跟着玩啊。好，你知道，行，我太多，你看上7、8斤，你要不你没得这个，好吧？好了，来到哪里的？到个地方吧。到地上了。哎，我弄的，进屋呢。这个大，七斤，129，129，一包头，122。黄铜没搁里吧？看看天底下，看看。找黄铜没得？我有手套。啊？我乖，漂亮。我来举。哪个里的？漂亮。来，这马鱼。鱼好棒的。我这鱼。来，好。来，
那真是，霸王，这玩意儿大两个，有大有大的，好漂亮，哎呦真大，来，你碍事不碍事？哎，你碍，啊不，你不能大，不能高的，你看一下，哎呦，还没收到，还没收到，王没收到的，这我有几块王的水，嗯。你们家那里跑三个月？你明晚再跑这个？怎么了？你尿了？我明晚再跑。怎么了？你尿了？哎呦，直接窜上来了！哎呦，啊就这大！哎呦，啊就这大炮！啊就这大炮啊！我操！啊就这玩意打大炮！出去！我操！这里挺不样了，下雨了。快看过鱼往远横那边回去钓来一下。我鸽子了，撒过了是吧？老鸽子，撒过了。他那一转眼，他穿着过来，这就转眼。也是撒过了，这个太麻烦了。我你在哪玩呀？给别过来。行，我再忙了。那来
是重啊。大的那种。拽着这。好好好。拽着这。嘿嘿，抱不抱？抱啊！兄弟们看一下，啥叫抱网？哦呦，老弟抓，都上来了。收不走了。鱼太多了。嗯，不收走了。这样。得拧。拧，转。拧哈。慢拽的行。有点大的，太大了。把这小的先放上，把这小的先放上。这出不去，你放，你想往哪上？上上上，直上鞋，上了说踢，上说鱼不好拿，不让你不拿不动，快，管你王不抽都喝。别踢，两只，哎呦，快，啊，我不拿，快。还有，这么你有没有进？真近啊！这王的适合，这王打枣的。抓紧，再给两个上。往上，上牛往上吧。七八。抓紧，再弄上上牛下十。漂亮。哎呦，怎么你俩就？会不会游泳？会。哎，下来，快。四级。挂下去了。滑下去了。再叫了网，慢点。还有大鱼。网里有大鱼。滑到后面。滑到第六的。没干活。哎呀妈嘞！快点往上过，再去慢点，你搁哪里？网头的。先拿网头。啊，个气！这鸡毛打我二百斤。往里就拽不动，拽！阿三的，咱就拽，往里远就拽不动呢。这拖，这就刮到了。来，可以的啊，下去了，这是吗？
关键多。今天到晚上我撒了有撒的鱼都让卖光了，也累了，上来休息一下。明天早上要关水了，有好多朋友都远路的都过来了，过来在这边等着明天赶着早上关水。这位大哥还带了这个粗的盖的，说听说晚上有雨还要去搞一把伞来，说的好多像这样的，每年都是这样的。他在这边要过上一夜，明天就等着关水。好多朋友上面也有在上面住的。进来的朋友就关注一下，关注一下，明天大伙看一下大场面，场面真的太大了。喜欢在我们张山闸捕鱼的朋友，关注一下，每年都有泄洪的时候，今年可能还有第二次泄洪，这是第一次。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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